这个秒的不能一点秒了呀。中路的墙也不好勾啊，没关系，中路对手睡，知道吧？你看我怎么操作。然后打这种中路的话干嘛呢？直接 W 刮，兄弟们。不管对眼什么英雄，你用一技学 W 狠狠的刮他，你也可以一技学 E 追上去 A 他都可以。最稳的打法就是学过 W 一直刮他，然后有被动盾趁他补刀的时候就上去 A 他。善与恶就行走于我们。等他交 Q， 等他交 Q 再上去。好，交 Q 了，W 减速了，追上去 A 他，一刀。两刀走 ，A 两刀啊！我们被动盾持续2秒，我们 A 两刀是完全够的。然后二级学 E 啊，兄弟们，补刀的时候往墙边贴，这样就可以直接 E 上去 A 他。有些一刀，一刀的话就更赚了。W 再刮他，他们 A 一刀，再来一刀，回城被动盾好了，再来一刀。死了。看见没，中路是不是杀起来就快很多？你上单线太长了，不好杀。而且我们走中路，我们会带点火，带点火加闪现，闪火的话杀人肯定是要快一点的。我要打的激进点，因为我感觉这个翡翠这个分段不太对劲，我必须得爆炸飞才能赢。如果我想着混的话，就基本上要输。一位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上路有害，而且太焦躁。被动盾加个未被消耗5秒后转换生命值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太强了，兄弟。那样子的话，清盖无敌了。哎，黏着他打吧，拉扯他一下。头晕了吧，老弟？头晕了吧，老弟？还不如扭了单个 Q， 又不如扭了一个 Q。不可能那样的，知道吗？能给青盖降降 CD 都无敌了，我说。青盖的技能 CD 能被降一降，都说他无敌了。然后中路还可以捡很多人头，你看这个狮子狗，看见没？你玩上单是绝对捡不到这个人头的。你看还有个永恩，永恩也可以杀。等他回来。
对啊，那装备很好的，这资格很肥的，没办法，三将之前是真的很尴尬，你被抓就是必死，就你一上去跟对手打，然后你被抓你就必死。所以说清盖那个英雄很多时候都是配合队友会厉害点，就是你不被抓反而你来队友，那你会比较好赢。你看主战的是怎么帮卡面的，哎呀，好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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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攻速型永恩太恶心，好难他。他 QCD 太快了，他一回来他又能吹风了，就好恶心。我本来想等他一回来，我直接 EW 接一个 AQ 挂点火，直接把他秒了，但是他直接吹风了。不然走上前了，刚刚还在爬山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等三项吧。没三项还是不好看，发育吧，发育，有点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来，兄弟！进化大道上的幼子，来来来，永恩，来来来来，大道躲掉 ，AQ 接 W 减速，回身一个 AQ， 打反手吧，打反手，打新手杀不了他，要等三项打新手的。皮尔和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兄弟们，我玩云顶，我要玩九五，我要当高手，那种什么赌一费卡，听着就很辣，知道吧？听着就很 low。我玩云顶，我要当高手，懂不懂？如果他们想看的话，可以晚一点吧，凌晨播到个两点，我要累了的话，可以给他们播云顶。你们如果想看的话，今天我打算播到三点。最近月末时长有点不太够啊，他们可以的话。挂在我直播间吧，就是如果你困了的话，挂一下我直播间，就挂在直播间也行。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我就是对呀，你要是吧？我好像错过了一次。啊！靠！永恩狗太猛了，永恩狗。世界既不黑也不白，而是一道精致的灰。啊，永恩狗是真夸张，这么猛啊，躲了他一个风都打不过，而且他还没大，兄弟们，他这么没大，然后我三项打他闪电，三项打他闪电，他还没大，我打得这么吃力，麻了。空中，哎呦，婉豪，漂亮，真漂亮！他们下路来，没办法。他空中被我踢死了，我一直在那里点地板，你知道吗？他空中直接被我 A 死了。赶紧出个不假鞋吧，他们这个中野搞我太痛了。这个中野搞我太痛了，赶紧出个不假鞋，然后走提亚马特，走提亚马特可以带陷阱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还真是玩云顶有一个比较抽象的什么呢，我一天突发奇想，我就想玩把永恩，因为我第一个海克斯选到了永恩的海克斯，选到了死神海克斯，转头一看六加永恩，我操，黑暗的触摸，六加玩永恩，我麻了，我玩到死只拿到一张一星永恩，老八滚了。六加永恩，哈哈，云顶真的是心理博弈啊，它并不是一个，我就突然领悟云顶这游戏为什么好玩了。你要跟你每一把的队友博弈，你知道吗？机会只会见过等待的人，真他妈恶心！转头一切，每家都是夜游，每家都是云，每家都是那个跟我玩一样阵容的。我又拿了那个海克斯，我还不太好转。这便是道德。
哎呀，怎么搞得他妈我像个小丑？兄弟，搞得我像个小丑。回来了，卡马特，中单就这点好啊！当你三项拿到之后，并且再拿到一双鞋子，拥有卡马特之后，你这个时候就能快速参团。那像在13分钟、14分钟、15分钟这种20分钟以内的时候，我们清干参团的能力真的无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跟 S 八的打野清干一样 ，S 八的打野清干主打这个什么呢？野区战斗力无敌，小团战无敌，就是小混战、小遭遇战，清干就是无敌的。那中单清干厉害就厉害在这了，你在对线拿到一点点小优势或军事跟队友一起游走之后，打这种资源捡人头特别厉害。因为我们资源很快嘛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战斗力又爆强，就机动性无敌。你要换个贾克斯，换个剑姬，他们绝对没有我们这种机动性，你知道吧？这把可以去找他们狮子狗，但是我们没大招，有大招再去找他们狮子狗，狮子狗在下，那杀一波上路吧。好了。OK， 拿下。你是自身黑暗受害者，专家的标志就是烟雀。不是好 K 啊，不是为了 K 头，我不拿人头也行，就我玩中单我不拿人头也行，但关键是你参与了这把游戏，上单能辐射这个游戏的范围太小了。上单能辐射这个游戏的范围太小了，而且再加上单英雄的普遍比较low，你要杀他们都很费劲，你要杀他们很费劲，你知道吗？你玩上单的话，上单英雄普遍都拉扯能力比较强，然后比较low。中单英雄的话，要么刺客，要么法师，都是脆的很。哦，秀起来了，还给你，来秀，秀，老弟秀。删除完毕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秒钟。敢飞呀、他飞早了，他等我 Q 技能结束，他等我 Q 技能结束再飞，我就死了。但是我当时 Q 没结束，我直接蓄力到二段 Q 了，踢到他一脚蓄力二段 Q， 然后再一撞回去 AQ 毒蛇，直接给他秒了。你挡了我的路。他飞急了，他稍微如果。他是高手的话，他这么慢一点飞，他就能把我杀了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干打高分段没那么厉害的原因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， 会导致他们的覆灭。刀越快，火也越快。你的行为不可容忍。哎呦，来几个，告诉我几个了，告诉我。哎，怎么踢破人了？我操！啊，踢死我，他死了，怎么踢到雷欧娜了？踢错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杀。先来一个狮子狗大招票，我求你，大招票我求你了。还有你，大招躲在防御塔 ，AQ 出盾。还有你，来永恩，来 ，Come on！ 还有谁？奥恩在哪？我要五杀了，永恩老弟要晕了。中单还是爽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我中单杀多少个，18分钟直接杀15个的辐射全场。你上单的话你没办法杀全场，你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到处走，还要出血手吧，感觉还是出血手好一点，出血手肉一点。
或者说对吧，死亡组很好，但是我已经出血手装备了。血手吧，下一件死亡组，对面全部都 AD 啊，全 AD 阵容出死亡组还可以的。中单是可以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上单情感的分，第一没辅助高，你们知道情感玩家分最高的是什么吗？情感玩家，现在情感玩家分化为了三派，一派是中单情感，中单带强攻、带增速者、带迅捷步伐、带不灭，凡是带什么符文都有。一派是中单情感，一派是辅助情感，一派就是传统派的上单情感。那你们知道谁的分最高吗，兄弟们？分最低不用我说，你们也知道，分最低的是上单情感，上单情感也是最低端的，知道吧？最底层的。就是令人唾弃的上单轻钢影，连个宗师都上不了。社会需要就韩服轻钢影里面上单一个宗师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上单宗师轻钢影。那你们知道分最高什么吗？分最高的是辅助，辅助轻钢影甚至有上王者的，辅助轻钢有上王者的，有两三个玩辅助轻钢上宗师的。有时候那中单呢？中单也有上宗师的，有上王者的，但就是没有上单，上单连个宗师都难上。为什么没有打野心？这版本清盖也打不了野，这版本清盖也是打不动野怪的，你怎么打野？韩服有一个玩清盖的是九百多分，千分了。上单的定位太尴尬了，第一清盖偏弱，第二还是上单这个位置不受重视。上单那个位置不太受重视，或者说在 rank 里面吧， rank 里面不受重视。没蓝，但是没队友了，可以打，他打不动我的。拉回来，他吃个蓝吧，吃个蓝还可以继续打，不用回家。你看这版本野怪多血，6000连血，你心肝你打得动这野怪吗？打不动。简单来说就是心肝影可以玩，但是不好上分。就比如说我就从来我基本上不接什么打分的单子。打分的单子情感是真干不了。如果两边水平接近的话，然后你比对面上单强，那你可以。但你想，我们国服主打就是什么？国服主打就是混沌，混沌。咱们国服主打一个混沌，你怎么知道对面是不是肖带呢？肖带这么多，对吧？你不爆 C 怎么赢呢？对不对？那你上单能爆 C 吗？很难的。看到四只狗的王爷，好，哎呦，他攀也好高。喂，这个零比，我这边 bug 的话能打吗？你说 bug 选的那英雄吗？狗头石头人大树这种英雄，那肯定可以打。那打那种英雄那是太爽了。但你们看我打一区那个高分段，兄弟们，我一区不是冲了高分嘛？我一区现在500多分嘛，600分嘛，我不600多分吗？打三把游戏，两把凯南，一把杰斯，隔天再开一把威恩，没有正常上单兄弟，或者说没有短手上单，剑姬我都碰不到。你但凡来个剑姬，我跟他拼操作的没有，因为真的好上分的英雄就是这种恶心人的英雄。他们的任务。好上分的英雄反而是那种恶心人的英雄。第一脚刘娜，哎，我怎么死了？这么脆吗？那怎么就死了？那我也太脆了，我像个废物。
不行，不带增幅者还是不出血手人，这血手还不出啊。带增幅者不出血手人，增幅者血手的话，这盾太薄了，我给你们看啊。这血手才680的盾，如果我们带不灭的话，这个盾得有1000多，我的盾太薄了，扛不住。这卡的装备挺好的，哦，破败啊，怪不得打的这么痛。怎么会有卡斯出破败的？你看他打我的全部装备，装备打的伤害，哎没，装备打的伤害。最后再出一个蓝盾吧。他们没 AP 啊，不用穿了。星空怎么样？星空太脆了，星空适合早一点出吧。星空它主要是便宜，主打的是便宜。你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星空其实一般，知道吧？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星空其实一般般。你要把星空价格算上去，那它才是一个很牛逼的装备。所以说，星空那个装备是一个前期出的，它是一个性价比装。就是如果同类装备选的话，血手。死亡柱、九头蛇三项，星虫摆在你面前，你会选哪个？没有人选星虫，没有人选星虫。它主要是因为便宜，所以才厉害。星盖打法是难打，那确实啊，中单星盖打法是不好打，打法是你要发跟他发育就好了。中单星盖打法是你跟他发育，然后去游走，去抓他们打野，干他们打野，就跟男刀玩法一样。男刀